是去改车了。一直要跟他说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他就开始心碎。他坚持。天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后座怎么会有手机？他比我还讶异。对，我说，哎不，叫他来跟我拿。跟你拿干嘛？我干嘛给你？然后你再去给他。男生 SOP 生气流程第一步，抓到你怎样？怎样？怎么了吗？那声音先出来，对，比你还大声。对，他心想说：“我先给你啊咯，对，你就不敢再问我第二句话。”先恭喜你，不然你叫赵哥示范一次。你是不是去改避震器？你是不是去改车？改你！拜托了，你讲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女生就陷入第一句，她刚是不是骂我？那我就忘记我要骂她什么事。对，没有，就吓到生气哦。主题对，吵架的内容就变成你为什么骂我？你刚是不是对我大小声？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就忘记你要追问她昨天晚上去哪里？真的，因为男生最会这种了，没有？年轻不懂事，这招对我们很管用。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猫咪嘛。真的。现在看谁先生气。好帅。现在这个年代的话，换赵哥一样汤，你会怎么回？你的气势会怎么样？再来一次，我好想看。你再骂一次啦。为什么改？你是不是去改车？改你。你妈，你也要改？你怎么改？你改给我看。我现在是跟你讲，去改一改。我没有改，你看到你哪个眼睛看到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你一定有改车。来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来，你看，改车了。好凶，对，凶没有，你知道没有啊？但他有弱掉，有真的有弱掉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你只要跟他说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他就开始心碎。没有，因为他不看，好像输了，但看了他会想笑，所以你只要说看着我的眼睛，他就会弱掉。看着眼睛，看着像隔壁的，对，眼神闪烁。哎，真的哦，你知道有的时候男生做一些事情被抓到，那有时候就是天意。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讲嘛，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嘛。那天就是他去接我，那你知道通常男生要去接一个女生，你会停在你觉得他会出现的地方，你预期女生会从你的正前方走过来，开副驾驶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一边做其他的事情，一边这个看状况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算哦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我从后面来，我从后面过来，所以我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从车窗的后座看到他这样子。在按一只手机，一直按一只手机。我想说，也不是传简讯给我，忙什么呢？在看，本来也没什么，就一边走一边看。而且他边看手机还一直这样子，感觉他看我有没有过来，一直这样看一下，一直这样看一下，看我有没有来这样。我想说，我看你要搞什么鬼？然后我就出其不意，这样突然间拉他车门，男生就被吓到了嘛。突然间车门就被人家拉，因为他知道我要上车，所以他没有锁。一拉开，然后我就说你在干嘛？这样，我想要闹他一下，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手机本来不是这样吗？对，我一开门我说，你在干嘛？他把那手机这样往后丢，好像小孩子哦，我认真，他就这样，他往后丢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手机这样，咻，抛物线这样，然后你知道掉到后座还会啪一声，对，手机会有声音嘛？这样，太明显。然后我就这样，我说刚那个是什么？我问他，我刚那是什么？他说。什么东西？刚好东西，流星吗？好像哪有？没有东西啊，哪有东西？我就爬去后座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那这个是什么？噔噔，厉害了！这时候演技派的专业就在这里了。一般人就会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什么？他坚持。还要坚持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后座怎么会有手机？他比我还讶异。这个瞬间，我心想，该不会刚是我错觉？不可能啊，这些太真实了。我说，那这是什么？他说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手机在我车上？这是谁的？给我看一下。我说，你先不要碰它，这是证物，你先不要碰它。啊，我说，这是谁的手机？这不是你的吗？他说，这不是我的。啊，昨天我那个男生朋友来啦，我带他去吃宵夜，哎呦，他怎么把手机掉我车上？害我现在被误会，我这朋友真的很不 OK 呢。我心里想说，要这样演就对了，先拖第三个人下水就对了，要这样玩哦，越演越烈了。我说，现在打电话给他，
你问是不是他的手机、嗯，你知道男生会有暗号，对，男生打电话会弄，然后他就、嗯、喂，好刺激哦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把手机掉我车上啊？哦，先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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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生有默契，他会说什么？对，啊、对啦，我手机掉车上啦，对啦。然后呢，他说哦怎么样？哦，那你再来跟我拿是不是？好好好好，哎、啊，你晚上跟我约，我说哎、欸、不。叫他来跟我拿，跟你拿干嘛？我干嘛给你，然后你再去给他，把我当傻子哦、喔？我说不行，他要拿手机来，他来找我们，我看这手机是不是他的？我不信一个男人掉手机一天他不会发现，应该是他在找你，怎么会是你去找他？我说不可能，我说不可能，你要骗我！我说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刚刚承认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你要把事情弄那么大，来没关系，他叫他过来赎他自己的手机。嗯、然后晚上那个男生就哎、欸，通常你掉手机 是马上立马到，马上啊，还等到晚上，他等到晚上那个人还因为他要 cover 他，两个要先套嘛，怎么可能立刻来？我知道他在骗我，对，可是他有人在帮他，嗯，两个人要一起来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嗯、就算你罪证确凿，你也拿他没办法，没错，因为他就是搬的救兵嘛，对，我们再去凹下去，变成是我们这个人得理不了人，对对对，可是我真的气得半死，我真的觉得你这些人真的有够好瞎。